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朝上妹小新，今天又出来营业了一下，我们准备去市场看一下，今天能不能赚个晚餐的钱。先逛一下市场，今天有什么好物分享？看了看，还是 iPhone X， 看起来成色还是比较好的。还有一些六代，这几个六代待会打包去当工作机用，工作机必备吧，简直就是日常用用信发信息，然后接接电话，完全是没问题的，只要不打游戏是绝对不卡的。这个是华为的手表，一大片，红、黑色、棕色、红色，但是黑色看起来显得有气质又高端一点，待会就挑一些咯，看先挑好外观吧，然后再测一下功能。这个还是很好看的一个颜色，我看起来很特别，而且那皮带都是皮的。这是一台 P30 Polo， 全套配件都齐全的，这颜色看起来蛮有精神的，也特别，系统也是偏高端进化的，有一点点快，运行起来流畅度满满的，还不错，看的那个防伪标都有的。然后这个是一个11寸的 iPad， 64G 内存的，带面容解锁的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视角的一个外观，然后待会测好拿走。这是一台 Mate 30 Polo 256G 银色的， Nova 7 Polo 是那个云南的粉丝的，还有我们的 SE， 还有这些，这个是小爱同学吧，这个是降噪耳机，它现在是带有降噪的，待会把这些纸皮箱打包好，我就可以完事了，就可以下班了，拜拜。